could drive along an ocean reflecting the sun, or make a bed of green atop a wide open scene. Under a canvas of blue, I would draw ever nearer to you, to feel the dew on your skin. That is how it would begin. For summer is for falling in love. We could stay out late until the sun sets past eight, and the cotton candy haze mirrors the warmth of your gaze. Raise your glass to mine, and as we drink, we would lock eyes, so we could disregard the thought of ever having to part. For summer is for falling in love,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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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 Summer is for falling in love. 大家早，这是我们到美国的第二个月了。前几天我们刚买到了心仪的皮卡，也就正式开启新的生活了。所以我们最近特意把脚步放慢了下来，慢慢熟悉陌生的环境，熟悉新的饮食，新的生活节奏和规则。因为所有事都要亲力亲为，所以每天都在学习新的技能。我们网购了一套理发工具，打算自己动手剪头发，这样既节省时间，也省去了一笔开支。请剪消保剪子、梳子，还有夹子，这是一套工具。然后这个是，围裙，这个是推子，然后带各种不同的毫米数。小雨，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开始啊？再等五分钟，再学五分钟。然后上边一会儿头边再说，我想留一留。好吧。好，谢谢您啊。下需求了是吧？对，下需求了。记得给小费哦。好的。这边还挺好的。是吗？真不错，这边。这是他第一次绞头，我觉得比托尼老师剪的还要好，就完美啊！大家觉得怎么样？终于用上我新的皮卡了，最近这两天也想多出去转一转。其实我们来美国之前呢，就了解到这边有很多的露营地，房车的、帐篷的，然后呢设施还特别齐全，有水有电，还有厕所，风光呢也特别多变。但是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是，我没有任何的装备，我们只有一套 Snow Peak 的盘子。当然了，这是无法完成露营的，所以说我今天呢在北美的闲鱼，就是那 OfferUp 这个 app 上面呢，找到了一个我特别喜欢的一个 Coleman 的60年代的复古炉，我也正好想体验一下在北美当面交易是什么样的感受。出发。这是我们第一次用美国的二手交易平台买露营装备，起初还带着怀疑，因为我们并没有拍下产品，也没有支付，而是直接去对方家里取。不过见面后，这些顾虑都打消了。卖家是一对热爱户外的夫妻，他们非常热心，当时就给我们演示了这个炉子的操作方法。就这样，很愉快地用原本三分之一的价格，就收到了这款很难买到的版本。拜拜。
前买的睡袋给退了，买的实在太大了，虽然它的温标是对的，但是整个就是重量有4公斤，然后看后面一个大箱子在这儿，这么大的这么大一睡袋，这个东西太难收纳了，所以说还是给它退掉吧。这是我们这辆车第一次喝油，消失的今天，现在竟然加了110了，120，最终停在了120，13.2。我不要采访我，现在。Hello， 阿姨啊 ，Hi，Hello。Too hot。哈哈哈。Get him shoes。啊。按钮是可以开门的，是残疾人可以用的，我试上下都可以。试一下啊，那走。哦，这门就开了，真是方便。这种椅子会感觉每次站起来都是一个深蹲。对，就是全都要用腿部力量。都是这样。哎，但是你可以健身哦。对，后边带一个气泵，你看，哦，挺棒的这个椅子。应该是有很多的那个徒步线路。这个椅子挺舒服的。然后这儿还带一个镜托，嗯，你戴着这个帽子像一个露过营的人。露过营。徒步的时候脚被磨了，这儿也有这种贴。如果你腿断了、胳膊断了，可以一个绑架。天，保暖毯。这个如果在户外的时候失温的时候非常有意义的一个东西。这是急救包，也就是这个区域全是这种急救类的，一些你想到的、想不到的，它都有。Snow Peak 的这个钛牌，就是它很坚固，但是又很柔软那种手感。小火柴，然后这个是萤火木，其实这就是当时我们在国内露营的时候用的那个叫什么松明子。你徒步的话可以买这些东西，然后拿一个风暴炉煮了就可以吃。黑豆汤煮起来我觉得一定不会太好吃，但是你要说在外面冷的时候特别方便，你可以做一顿饭，而且它可以补充热量。今天收获颇丰啊！哎呀，本来我们俩还说想去第二站 Base Pro 这个北美最大的户外店的，结果天色将晚，对，然后就不能去了。在北美最大的户外用品店 Base Pro。 这个保安是别着枪的。我们现在来到的是狩猎的专区，所有的衣服都是用于隐藏用的。对，这简直就是树的颜色嘛！请看这儿，看这儿，这都不是树的颜色了，这就是树。人在哪儿啊？人呢？你好像以前幼儿园节目的时候演大树的那个人。这是我特别中意的一个，就是迷彩，然后握持感也特别舒服。这还有一个瞄准镜，哇，这瞄准镜能瞄得特别的远哎。你看这下边全都是这个头，它的弹头。对，然后这边呢就是长剑。我现在身后就是枪支的专区，看到了吗？全是枪。现在这是我们最爱的露营专区，整个这一层都是各种颜色的乐器杯子，这是个红色的，还有橘色的。哇，这箱子太大了，
具的，点气罐的炉子。这都是防熊喷雾，这么大一瓶，有点像灭火器一样。看这边，就是远距离的对熊喷一下。这如果没有把熊驱赶掉的话，那应该更惨吧。我们最近看上这个睡袋了，这睡袋挺好看的，而且摸起来很舒服，是那种布面的，但是非常沉。你看它这一个大箱子，这一个睡袋就是一个箱子，里面是一卷，所以我们还是最后没有选择它。这儿的气罐非常的贵，一个这么小的气罐就5.49块。这是我们以前经常会用的那种，不是，比那还要小，这是那个大的。哦，对对对。我想问一下各位，谁露营会带这么大案板？看这厚度。实木的啊。经过两个星期的挑选，我们终于淘到了喜爱的装备。朋友邀请我们周末去露营，很期待我们的北美露营初体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记得点赞关注，下期再见。